Hello， 这里骚品菜菜，欢迎来到梦特坑位分享与实用怪坑位分享第二弹。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只有单一普通特性漂浮的骆驼母，梦特性再生超坏心，梦特性恶作剧之心勾魂眼，梦特性电器场地啪嚓海胆。首先第一只骆驼母，因为逆鳞狐雷雨天鸣雷遇到骆驼母的概率实在太低，所以现在推荐直接去抓坑里的骆驼母，抓过来的个体值也比野外的好很多。坑位走法，全关室出门，城门口右拐，角落里有一棵树，后面藏着的就是骆驼母的坑。需要子柱，在这个坑你可以刷出割草机、吹风机、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其中微波炉的概率最低，我刷了挺长时间才出。 UP 这里另外附上骆驼母转换形态的方法，我们到宫门室右边倒数第二个屋子里有个 NPC 会给你个道具骆驼母鹿，用这玩意可以随意转换骆驼母的形态，转换后习得本系技能。为什么要分享骆驼母坑位？因为这个怪天梯对战里十分热门，很多大神配对都会加入骆驼母，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个对战小白。听说2020年1月1号第一赛季结算前打到大师球段位会送600BP，而且别的段位也有相应的奖励。我这几天晚上为了蹭奖励，租了个水友的双打队伍，瞎鸡巴打了5-6个小时，各种乱放技能迷之操作，也不知道咋的打到9级了。和我一样还没打过对战想蹭奖励的，也可以抓紧瞎鸡巴打一下啊！马上第一赛季就要结束了，扯着扯着又扯远了，赶紧介绍第二个怪，梦特性再生超坏心，重点介绍。交换下场时回复自身 HP 的1/3，这个怪的梦特坑位特别乱，有些坑键板出梦特盾板不出，有些坑盾板出梦特键板又不出，真怀疑 GF 脑子又进水搞这些破逼设定。所以我这里整理了两个键盾版本都能刷的坑，从激情室出发左拐来到美纳斯湖北岸前面草丛里的这个坑，以及在前面墙边上这个坑。要注意键板红柱紫柱都能出梦特，而盾板只有红柱才能出梦特。再说一遍，这两个坑键板红柱紫柱都能出梦特，而盾板只有红柱才能出梦特。我推荐键板玩家用紫柱刷梦特，因为我是盾板玩家没法测验。我之前刷错了，以为盾板紫柱也能出梦特，后来搞了半天一个水友提醒我，最后总算是刷出这个梦特超坏星。刷这个难度特别大，本来出超坏星的概率就低，在其中还有筛选梦特就更难搞，但是还是有必要去搞一次，因为这个怪在对战里真的恶心，种族值双防都在140以上，给对面上个剧毒，再配合再生特性给自己回血，真的能把对面恶心死。单打超坏星对阵草缸，估计能打上半个点，让我回想起炉石传说里面那个憋尿战护缸，看谁尿先憋不住谁先输。第三只怪梦特性恶作剧之心勾魂眼，先说一下这个怪尼玛又是盾板限定，键盘玩家不要哭，等啥时候出个救急剑盾，到时候可以考虑购买盾板。恶作剧之心简称恶心， T0 级别的神级特性，使用变化招式时优先度加一，保证可以先手，配合勾魂眼的延后技能，可以在对战中先手控制对面的高速高攻脆皮怪，优先击杀，让他技能都放不出来，直接嗝屁。但是尼玛为什么隔壁的长毛巨魔普通特性就有恶作剧之心，而勾魂眼梦特性才有？明显的新老怪差别在于。最后我确定了两个坑位，第一个坑的走法，全关丘陵出发左拐，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这个坑，还有一个是崖崖湖西岸过墙后靠墙的这个坑，但这个坑我测试了很久也没有出，所以推荐就是刷第一个坑。两个坑都需要盾板红柱，低概率出梦特勾魂眼。梦特勾魂眼百度上都查不到上哪抓，我查了好多资料，很多都说法不一，有些都是错的，测试了好几个坑位都快把我刷吐了。你往死里刷一个坑又不确定到底能不能出，那种迷茫的感觉非常难受。哇，这只不是梦特，我真的想吃屎，我操，梦特恶作剧 nice。 后来我去敷了一些然后送出去了。另外这只怪还有本作的隐藏宠物跟随型，视频为证。好，第四只怪梦特性电器场地啪嚓海胆。坑位走法，逆鳞湖右边有个小岛，这个坑红柱紫柱都能出梦特海胆。梦特性电器制造者，哇操，又一个场地魔法坑，和上期的爱管事一样，剑盾里面就他一个人会用。出场布下电器场地，持续5回合，地面上宝可梦电属性招式威力提高，并且不会被睡。上期视频我做的太匆忙，忘记把新的神秘礼物代码放进去了，但是我已经在视频评论下面补充了，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还没有领的可以去领一下，礼物代码 GEGANTAMAX，可以领取20点 BP， 蚊子再小也是肉。另外最近有很多小伙伴想入 Switch 玩宝可梦，
大家千万提醒周围还没有入坑但是想入坑的萌新小伙伴不要购买国行 Switch， 因为现在国行勇士的剑盾连不上网，游戏乐趣会减少一半多，等以后国行出剑盾了才能联网，那时候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了。感谢知离下帮忙录制的素材。好，第二期坑位分享就到这里，这里骚比吃菜，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点赞投币好兄弟，新年快乐。